看到王啤酒打的这么麻烦。反正，反正，他把你锁死了，你要我反六吧？再六一下。防身，哎，我打到那个人，谁呀、啊？哇，老大把你打死！哦，牛逼！你看什么子弹？993吗？不知道，看一下，应该不是 M61。哇 ，M61 哦，发大财！大财了耶 ！BB9 不知道什么值。BB9119你也带上吧，10万块、啊。CCI 不要了。先拿先拿。因为有可能有很大我没子弹。看看有没有刷卡，看看有没有刷卡。哦，恭喜没有好像。哦。什么钥匙？有一个流血过头，可以叫这么惨干嘛？我到底听的什么？看一下看，还好杀几只了，我没记这么多。不是耶。自闭头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要拿自闭头攻打？刚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是他妈的，就是这个，这不散弹枪，直接给我杀了，我直接趴下。我看老懂，嘣一声，我直接瞎了，整个人瞎掉，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就赶紧趴下。干这么准哦！他妈的，他不是瞄准的，他是直接就是他的子弹追击我就垮的啊！咱上面还有啊，别！我刚才看过这里没有，那太夸张了。小心啊！你小心啊！你别！不行！你数一下，你打了多少只？打几只了 ？One and so good！ 妈的！抢我头！这谁呀、啊？这是玩家进来抢我头！我直接过来干他！这我真搞不懂，你是啤酒，你怎么瞄准的？这铁苗，那铁苗很猛。你这条铁苗吗？这是铁苗，我没腐烂。真的，我严重怀疑你腐烂，我真的。你自己看这铁苗，我先住个陆生，你看，这铁苗啊，这铁苗、啊。苗屁，这测的都不是正的。AK17耶，哦，四十等。火枪，操！这不是你的枪，这是你的枪。我知道，我说 MP17 怎么破墙，他不扎墙，我跟你说，没人用。没子弹，傻眼，没子弹啊！最后一个了，哇，这个是杀我那个，哎。哭啊！子弹用光光啊，这真的没办法，就子弹用光光。怎么没检查子弹？怎么贵？不是，我以为子弹用，我以为那个另一个弹夹子弹是满的。哦，头痛。不，不。